有。先拍一下，你就是配合一下，我观众看，好不好？来，挂广告炮吧。你的手怎么受伤？裂袖。我洗厨房去割伤。洗厨房割伤的啊。发生在6月11号秀林乡民友村的命案呢，那经过北分局调阅林姓死者住家周围的监视器，还有清查他的交友状况跟现场遗留的基证呢，那警方发现蔡南跟蔡南的简姓妻子与死者有借贷关系，那经过监视器比对发现蔡南呢跟嫌犯他们的左眼都有一颗泪痣，那身材呢也比较吻合，而且呢蔡南因之前轻微的中风，他的走路的方式呢较为不稳，那跟监视器中的犯嫌走路方式非常吻合。经过调查以后呢，发现蔡南将手机关机，并且躲藏于台北市士林区的某处公庙内，并且将头发通通剃光，来借以躲避追查。那经过连日追查呢，专案小组成员在6月13号晚间7点，在台北市的士林区成功将蔡南逮捕，并且将蔡南的 DNA 呢送到鉴识科比对，那发现犯嫌的与其 DNA 相符合，那本分局呢依刑法杀人罪移送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。那至于是否为金钱或其他因素呢？那这个还要尚待进一步厘清。那双方这个案件是否有共犯呢？这样子的案件？这目前我们还不知，还无法得知，我们还在厘清中。他有人去做接机的动作吗？逃跑之后？逃跑之后呢？现在因为还在询问嫌犯的笔录，所以我们还在侦查中。不好意思。